东西呈现出来，等待外观透视的日间模式及夜间透视的那个模式。我们承诺四项部分，整合管职整区的施工车辆进出。那这边有北侧为 D 标跟 E 标，一环零承诺第七章之施工车辆进出动线规划。福德街84巷禁止大车进出，所以配合目前经历周边巷道的宽度等因素综合评估，整体开发原始规划基于中央11米道路划设为共同使用的施工道路。本案应标签订是以大道路作为施工进出面，自大道路转入中央11米道路北进工区，自大道路96巷出工区。好，这个目前的话是施工大型的车辆进出是以蓝色的动线为主，那出工区的动线是以蓝色线的出工区的动线为主。在整个车辆影响的范围来讲的话，自大道路出东区以后，那在忠孝东路往那个松荣路那个方向走，或者是往忠孝东路到那个松德路这个方向来走。那整个土方运输的规划，再从基地一直到运送到新北市八里区的那个台北港。如工村进入的时候，那个路口处一定会指派专人交管施工车辆进出动线，维护工区外的行人及车辆行进安全。工区内设置洗车台及沉沙池，并设置防溢座及水灯，防止废水溢出工区。3，工区范围设置安全窝底，防止非施工人员散入工区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然后在围堤上设置绿化围篱、安全走道及防溢座。4，开工前办理临房鉴定，以开挖深度3倍、51.4公尺范围。申请鉴定共199个单位，已完成鉴定共有98个单位。5，因周边环境整洁及环评承诺，定时安排周遭道路清洗，车辆进出东区清洗车尾淤泥，避免污染道路。安排洗街车清洗道路，频率每日2次，随时清洗门口区域的道路，随时清扫周围的道路。在清洗道路的范围及路线频率每日2次的范围，蓝色线的区域为主。整个大工区包含大道路的。6，及时监控设施，设置营建噪音及空气品质等及时监控设施，相关资讯透过电子显示看板呈现，供民众了解环境品质。目前设置的规划及时看板的示意图，以我们现在屏幕上所示为主。报告完毕，谢谢。市民大家晚安啊，我是都发局专委，我叫张宇。今天很高兴啊，来这里啊，给大家说明我们广慈一基地的这个整个开工的这个说明会啊。然后刚才那个道路工程已经简单的用 PPT 啊，给各位做一个简略的说明。然后，如果各位市民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再补充说明，请提问。我们随时，我们有这个专，那我们的专管团队，还有那个建筑师啊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广包商都在这里，我们会接近为各位服务那个解答，谢谢啊。依据发言登记顺序，第一位是大人李蔡理事长。